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，于是就祷告着黄昏，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，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，她已跟随黄昏来临，贼雨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，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。一个刀伤的女子推开门离去，自言自语，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谢谢。